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四十名，倒数第六行。我们把文念一段啊，行卷记前，开示大无量寿经之基曰：其基者，则一切善恶大小凡愚也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。今天接着看，大师之说，上其圣心，下洽群机，使大有功于净土，故终日住思多宗此说。这是华念祖老居士在此地告诉我们，善导大师所说的，前面都是善导大师讲的，这个话讲得太好了。下面，这是他的赞叹：上其圣心，这个圣是诸佛如来啊，确实诸佛如来说这部经，讲这部经，弘扬这部经，真正的意趣就是普度众生啊，下洽群机，恰是周边的意思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在里面啊，真的是三根菩提也，立顿全收啊，对净宗法门来讲没有不契机的，没有不是当机的啊，关键呢是在众生呢相不相信，肯不肯发愿啊。所以善导大师跟以前古来的祖师大德讲法了看法不一样啊，他的看法实啊实实在在大有功于净土法门啊，故终日住思多宗次数。啊，隋唐那个时候，日本、韩国啊，都派了许许多多出家人到中国来留学。啊，所以净宗在日本、韩国流通啊，多半都遵从善导大师的说法。下面举了个例子啊，如日贺赞云，贺赞是一本书，观彻法师他的著作啊。第十八愿，十方众生，三辈众生，皆是诸佛凡夫啊，是其极。这日本的一些高僧大德
啊，第十八愿所说的，没有说菩萨，也没有说阿罗汉，说十方众生。啊，说三辈众生。啊，这三辈都是凡夫。啊，六道凡夫啊。临命终时，一念生念都能往生。啊，后复云，如云小云，云小是韩国啊，传净土宗的四十八大愿，初先为凡夫，后兼为三乘圣人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说无量寿经设方如来接受这个法门，普遍的弘传这个法门，其目的是普度业障深重的凡夫。啊，佛的心就像父母的心一样。啊，父母对儿女，祝福对众生，一样的心情，无不是希望一切众生早一天成佛了。这能成得了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大乘经教里面佛菩萨常给我们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本来是佛，只要你现在心里就想佛，他怎么不成佛？所以凡夫成佛了，一念之间呢，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问题你肯不肯念呢？念什么他就变什么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刹那刹那在变化了，它不是定法啊。这世尊在大乘教里常给我们讲啊，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为什么？整个宇宙这刹那刹那在变化啊，根本就没有定法。所以佛度化众生也没有定法，变化从哪里来的呢？什么人来主持这个变化呢？大乘教里面佛常讲，一切法了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不讲得很清楚吗？为什么会这么变化？心能现能生，啊，所现所生这些法，它只会产生变化，那是识起的作用。啊，识是什么呢？识是分别，是执着。那你就想想，不要想别人，想自己。我们的分别无量无边，我们的执着也是无量无边。
啊，所生的一切法，它不是定法，它是刹那生灭的。所以，刹那随着众生的念头，它即产生灭法。即时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应化在六道里面。正如《楞严经》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所以佛也没有定法可说啊！随着一切众生的变化，佛真的叫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随顺里面有不变，随顺是变的。啊，我们凡夫麻烦的就是，随着众生变，随缘随变，这就苦。啊，佛菩萨高明的地方，这随缘不变，这人家成，人家高明。啊，什么缘都能随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能随。不变是什么？不变他用真心。啊，什么是真心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个不变。永恒不变啊！这个十个字就是经教常讲的大菩提心啊，在四圣法界用的是这个心，在人天、在三途、在地狱，他还是用的这个心。啊，一真庄严天天在变化，刹那在变化，菩提心不变。啊，凡夫不行，凡夫随便，随着变。啊，怎么随着变？随着外面境界，其情无欲贪嗔痴慢，这就变了。要知道，随缘随变是造业啊，随缘不变，它不造业啊。佛经上勉强称它做净业啊，其实如果说是造净业，还是对设法界的四圣法界，那才叫净业啊！十报图里面的痕迹都没有啊，染净都没有了，那才是自信的起用，没有一样不称心的。这是如来的果地。啊，我们要学佛得学这个本事。啊，这个本事在还原观里面就是头面前面第一句啊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那个妙用就是永恒不变。啊，不着相。不但不着相，
确实痕迹都找不到啊，可以说是自信的起用啊，自信空有两边都说不上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对，只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，说不出的，言语道断了，这妙啊！啊，在起作用的时候，唯一有责，也就是完全随顺众生，在随顺里面起作用，起最恰当的作用，最殊胜的作用啊，最完美的作用，也不是没有定法啊，众生自私自利，它起的作用是大公无私啊，跟你相反的啊，众生心行念念执着贪嗔痴，它起的作用给你实现的啊，念念都遵守戒定慧，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众生回头啊，啊，回到哪里？回归自信，回到信德，那就是唯一有责啊，它有原则的，这个原则的标准没一定。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，这些变化了啊！它有个不变的原则，是绝对是利益众生的，决定是引导众生回头是岸的，这个不变啊！方法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这个净宗念佛也是一个法门啊，佛菩萨的态度永远是如何制止，所以他在一切众生面前都能够得大家的欢喜心，你善人喜欢他，恶人也喜欢他，都不讨厌他啊，这很了不起啊，人天欢喜他了，恶鬼出生地狱也欢喜他，这做人做得真圆满啊，啊，这应该学习啊，如何柔是温柔，或是和谐啊，虽然温柔和谐，他不感情用事，他制止啊，充满了智慧，一点都不糊涂啊，幕后一句了不起，待众生苦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一生啊，真的一切都放下了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讲经教学，没有一天空过，这带众生苦啊！
49年如一日啊。我们展开历史，千万年来这样一个老师到哪去找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。啊，世尊希望世世代代的学生都向他学习。啊，他做出榜样来了。向他学习的人才是真正的弟子。啊，他是佛弟子的楷模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教育者必先教育自己。啊，自己没有学好，怎么能教别人？这是真理。啊，我们发心学佛，尤其是发心出家，弘法护法，你不学佛怎么行呢？学佛这两个字，学释迦牟尼佛，那叫真学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搞明文利养，连明文利养的念头都没有。啊，就是教育众生，众生种类不齐。程度高下不等啊，在这个世界经营的事业又不相同啊，啊，什么样的难题你找到老师，老师都能帮助你解决。真的显示出大智慧、大学问呢。不但解决我们当前生活上一点难题，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回归自信，成就圆满的佛果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示现教学的终极目标。啊，在佛经上有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可以翻译，一点都不难，但是没有翻。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是佛法追求的终极目标，全是梵文，啊，翻成中国意思，无上正等正觉，不是不能翻，为什么不翻？叫尊重不翻。啊，学佛学什么？就是恢复自己无上正等正觉，那自己本有的，不是外面来的。啊，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
你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住了。啊，放下执着，不再执着了，正觉现前。放下分别，正等正觉现前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再起心动念了，你成佛了，无上正等正觉现前，一切众生人人都有。放下就是啊，那为什么不肯放下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，要把它想清楚，想明白了。啊，佛法，张家老师讲得好，智难行易呀。啊，知是把事实真相，佛法里面讲的，性相、离事、因果，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这真不容易。行太容易，行放下，放下就是。那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知道的不够清楚，不够透彻，有疑惑，障碍你放下。如果毫无疑问的话，叫你放下就放下，那马上就成就了。我们在佛经记载里面看到，在传记里面看到更多。啊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，真的在一念之间，他在这一念彻底放下了，功夫就成就了。啊，他对于诸法实相啊，真明白了，真了解了。啊，所以他很容易就放下。啊，我们要走近路，要走捷径。华严经的分量太大了，真的不容易受持。可是，娴熟过世的望境还原观，那是华严经修行的精髓。这一篇论文文字不多，啊，华严经里面的原理、原则、修行正果的方法全都在里面，啊，我们在过去学过两遍，啊，修华严，走戒禁，这不论好。啊，论文一共分六段，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，
万法的缘起，我从哪里来的？讲得清楚啊！啊，后面那个三段是教给我们回头的方法。你想回归自信，啊，想把本来面目找回来。禅宗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你是佛，你再把本来佛找回来，开头修四德，四德是基础啊。那就是为义有责了。啊，五执是放下，六观是看破。你就成就啊，这些话说得容易，做起来不容易，相当之难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习气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，习气太深，很想放下，他就是放不下。可是我们生在这个大时代，学佛成佛，得到无比殊胜的增上缘，啊，这个增上缘是什么？外国人拍的这个电影呢，2012了，我觉得那是无比殊胜的增上缘。啊，告诉我们，你要想成佛，要想成就，啊，你还有多长时间呢？还有三年，三年够不够？足够了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智持名号的方法。啊，三年时间，肯定你成就了。啊，这个语言就是告诉你，三年你能成佛，成不了佛了，三年就到三途去了，你就两条路，你怎么选择？啊，我们选择成佛之道。啊，我平常教诸位的16个字就行了。啊，我们不用佛家的这个高低标准，那个很难做到。怎么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这样的心态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障碍你成就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我讲这16个字，那是障碍。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个玩意障碍。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。啊，你一生就成就了。
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要真干。现在就干，今天就干。要认真啊，不再这个贪念啊，不再模糊了。只要真干，不但救自己了，你也救了你家了，救了社会了，救了国家，也救了世界了。这个功德多么殊胜啊！啊，无比的殊胜障庄严，为什么不干呢？我们依靠的就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来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设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，通通浓缩在这部经上，大藏的精华了，诸佛菩萨修行成佛的精髓全在其中啊！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啊，认真学习这一本经够了。啊，不再想其他的了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长时就三年，肯定成就啊！啊，这个善导大师讲得好，本为凡夫啊，啊，就是为凡夫，一生当中。修行成佛的底下这一小段的总结，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，是皆为圣人，此说之要妙，要是精要，妙是玄妙啊，在于执行如来度生无尽之悲愿，啊，佛有没有能力普度一切众生？有什么能力？持名念佛，就这个法门啊，能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能在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扫净凡夫退怯之心呐、啊，普令正信此法，发心念佛，成佛愿力，悉得往生。没有一个不往生的这个法门，无比殊胜，能遇到的大福德大因缘啊，你能遇到，遇到你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善根福德。啊，善根是什么呢？接触到了，他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。啊，能相信能理解。福德是什么？福德是真干。依教修行，
一门深入，啊，一生决定成就，这是福德，这人有大福德了。啊，遇到之后也有，这是善根福德很薄。遇到什么呢？半信半疑，还想着可能有更好的法门，啊，他还想广修多闻，啊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事物太多了，家庭就亲情事业放不下了，啊，干扰太多了，不能专心，这就不能成功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没有福报，不福啊！因缘纵然殊胜呢，他这一生不能成就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放不下。他看不破，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灾难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你只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想想看，哪个重要，应不应该放下了？啊，当然生活是第一，只要自己能吃得饱、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足了。啊，我们就像闭关一样，三年，念到功夫成片就行了。如果真的这个亲情事业琐碎的放不下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等于说是放三年假，请三年长假，我来闭关，我三年念到功夫成片，啊，或者这个灾难没有了，啊，或者是这个灾难减轻了，啊，我还留在世间，你再去搞亲情，再去搞你的事业去，可以呀。啊，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生死自在了，想去就去，想多住几年不妨碍。这些，这是真正成就。啊，先把自己往生生死大事办妥，啊，然后还有身体在嘛，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，好事情，啊，未尝不可。他真有这个本事才行啊！佛法了。真的理啊，事实真相要透彻，不透彻，这么小小一点灾难呢，你就受不了了，啊，你就心慌意乱了，这个伤害太大了，啊，真正搞透彻之后。啊，别说这些传言，事实摆在面前，你也不惊不怖，如如不动啊！你没有妄念呢，没有烦恼啊，没有恐怖啊，
你有智慧，智慧就知道怎样处理，怎样把眼前的灾难给化解。啊，能不能化解呢？没有化解不了的灾难。啊，问题，你有没有定力？你有没有智慧？你只要有这两样东西，问题肯定解决了。这两样东西，定力是修行人的功夫，啊，智慧是性德之宝啊。从哪里生的？从定中生的。那不是学来的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，后面有德相。啊，所以那个德能，啊，从智慧当中产生的能力，相好都是自信本有的，怎么不能解决问题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不但地球上的灾难能解决，啊，太空当中、星系的灾难都能解决。啊，太阳系出了问题了，银河系出了问题了，都能解决，没有不能解决的。啊，化身菩萨看这些事情，这平常事，小事啊。啊，我们要想学这套本事。实在讲，佛法教学就是教我们这套本事。啊，这个本事就是我们修学的功夫。啊，修道化身菩萨了，刚才说了。心系出了毛病，你有办法解决了。啊，没这么大的能力，小小一点功夫，那解决我们自身的安全，解决我们家庭，我们居住的这个社会，啊，这个地区，这就太容易了。轻而易举啊！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讲经教学，有效吗？有效。为什么？讲经教学帮助人觉悟，帮助人了解现前事实真相。只要我们不迷，只要我们放下分别执着，我们身心恢复正常了，健康了，我们居住的环境的时候，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，它也恢复正常了。我们中国谚语所说的“富人居富地”，先要把自己恢复到造罪业了，不造罪业了，再修福。那我们这个地区人人都修福，个个都是有福报的人，这个居住的环境当然有福了。啊，所以叫境随心转。啊，
风水跟着人心转啊，你明白吗？风水家常常说的两句话已经明白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啊。风水家怎么说呢？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。这个地方风水不好，是有福的人住在这里，三年全变好了。这个地方风水宝地，人心不好，他住在这个地方三年之后风水就坏了。这是风水家讲的，不是假话了，跟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是一个道理啊。境是居住环境啊，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自然灾害统统免除，没有别的，修福啊，人人都修福啊，修善修福，问题就化解了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啊，第三段，丙。这都是古大德说的哈，说专接上根，旁及中下。此说从文字表面上是同于甲而凡于乙啊，这个甲是第一段，乙是第二段，好像跟第一段的很接近啊。跟第二段呢就不太相应了。第一段是上辈往生为是菩萨，你看专接上根啊，但是他底下旁及中下啊，从文字上看好像是这样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不同，实则于一同啊，于第二段。本为凡夫，兼为圣人，跟这个同啊，主我辈凡夫，均可值登九品，故与甲根本相违也啊，与前面一段的意思相违，与第二段的意思相同。主张我们这些凡夫都可以直登九品，就是善导大师讲的九品往生，总在于语言不同。你要是遇到语言殊胜，你就上上品往生啊。这个语言关系太重要了。古来祖师大德常说大福德大因缘，这个不可思议，你能够认识那是大智慧，你能把握到这个机会，不把它放过，那大福报。啊，我们从古人的例子来看到，亲近善知识的，有人是一辈子不离开啊。释迦牟尼佛那个僧团，他那些弟子就给我们做出榜样了啊！那些人知道世尊是好老师，知道世尊是大善知识亲近他，不肯离开他啊！弟子当中有跟他十几年的，二十几年的，三十几年的，
有跟他一辈子，到释迦牟尼佛往生才离开的。啊，佛住世一天都不肯离开。啊，我们现在知道，这1255人里面，许许多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凡夫不同啊，他们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。啊，怎样才能成就道业？怎样叫护持佛法？他们那些做法就是的啊，引导人啊，这个里面就像唱戏表演嘛，角色一样，有视线、聪明、智慧、神通啊，实现这些的。啊，全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了，上上根啊，转接上根了，哎，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了。有一些人实现的凡夫啊，愚痴钝根，也一生跟着释迦牟尼佛不离开。旁及众下啊，世尊常随众这1000多人呢，上中下三根都有啊。下面把这个意思就说出来了啊，为什么这样说法？这个说法是事实真相啊，当时僧团确实如此，但此为专接上根者，盖恐世间前见之事，每位敬宗啊，乃斋公斋婆之心而鄙视之，故作是说以记之也。这用意说出来了。怕别人说净土法门是专门戒淫老太婆的、阿公阿婆的啊，有大智慧、大福德的人他们不学这个法门。啊，那就引起世间人的怀疑了。啊，所以自古以来，有多少聪明人、有智慧、有地位、有大福德，啊，都皈依净土，专念阿弥陀佛。给世间人做好榜样啊！啊，因为净土经论看起来太简单了。啊，这一部经这是有注解，要没有注解，光看白文，很薄的一小本呢，一般人瞧不起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对经宗生起信心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。啊，方老师没介绍这个。
没介绍清楚。啊，张家大师也没有介绍清楚。我亲近李老师的时候，他才介绍给我。我半信半疑。啊，他用了很多善巧的方法来诱导我，我还是无动于衷。啊，我曾经跟诸位也多次讲过，我对净宗接受了，是讲华严经。啊，华严经讲了十几年了，讲到一半。啊，那个时候讲华严经，一个星期讲三次。啊，两次80华严，一次40华严。啊，同时开讲。差不多都讲到一半。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文殊普贤度法愿求生净土，而且带着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士道归极乐 啊，去向阿弥陀佛学习。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啊，深深地在体会它，这什么意思？华藏世界不好吗？毗卢遮那佛不如阿弥陀佛吗？这都是我的问题啊。为什么文殊普贤要把这些人通通带到极乐世界？这桩事情在《华严经》上出现，当然，这个道理应该还在《华严经》里。啊，细细再去翻阅《华严经》，明白了。菩萨在华藏世界要把41品无明习气断掉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么长的时间。这些法身菩萨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那边修行，像这些法身菩萨啊，41品无明习气，就轻而易举，短时间就断掉了。这一个动作了不起啊，把净宗法门一下就提升了。不但提升跟华严相等啊，提升超越了华严。啊，华严经最后的归宿，圆满的成就，是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。啊，我这回头来真正去读净土经。啊，对于净宗这个信心啊，定了，死心塌地了。啊，所以我想到古人常讲啊，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啊，我自己走这个路花了20多年的时间，讲了研究。
讲《法华经》大义，讲《华严经》，啊，这才认识了净土，不容易啊！我要没有这些座大经的基础，对他还是半信半疑。啊，以后看到这么多的大德，我们真的比不上望尘莫及啊！他们都取这个法门，绝对不是愚痴啊！肯定里面有大道理。啊，让我们接受了，啊，真的接受了，认真学习了，把净土五经讲过一遍，啊，《念往生论》也都讲了一遍，啊，以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讲的遍数最多。下面引用啊，《弥陀疏钞》，如《弥陀疏钞》曰：“有其性因缘分数。”啊，《疏钞》里头，莲池大师引用《起信论》啊，《因缘分》这一段里面的注解，疏是注解。名性为初心，有四种机。这讲众生的根基不同啊，这是性为初心的。一离忏灭罪，辟初机。这是真的，从哪里入门？从哪里下手呢？从离忏灭罪。我们对大乘信心这么难生，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业障太重了，啊，自以为是啊。对圣贤也没有看在眼里啊，啊，我们自己都犯了这个毛病。啊，离忏是灭罪很好的方法。啊，离忏是收心呐。啊，我学佛，我非常感念参云法师。啊，他虽然没有教给我什么，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五个半月。啊，我在茅棚做义工啊，茅棚里面一共住五个人。啊，三个出家人，参云法师、普妙法师、大宗法师。啊，大宗不晓得现在在不在了。参云法师、普妙法师都往生了。啊，另外一个老居士是朱金洲老居士。那个时候70岁，我那一年30岁，啊，年龄我最小，
所以我在这个小道场啊，就做义工了。啊，道场里面所有一切服务的事情，我一个人担当了。啊，烧饭。那是在山上啊，没有电，也没有水啊，水以后我们是想了个方法，我们用竹子把竹子打竹节打空的时候啊，从山上有个泉水，用这个竹子一节节引下来啊，但山上有野兽，有时候常常把水管碰断了啊，那上去就接上来。烧灶要去捡柴火啊，山上这个树叶树枝落下来的很多，捡柴火自己种菜啊，那过原始乡村的生活啊，我年轻啊，好在这些事情从小都学过啊，我照顾着三位法师，一位长者，啊，一位老人。啊，茅棚居里普里的小镇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里。反正到普里买一次菜的时候，一个星期去一次，要走一天。啊，走路从茅棚走路，走到普里大概要3个小时，回来3个小时，6个小时。啊，2个小时可以购物。啊，每一个星期去买次菜。啊，蔬菜自己种。啊，禅云法师教给我的功课是每一天拜佛800拜。啊，早晨起来拜300拜，中午吃完饭之后收拾，啊，收拾清楚之后拜佛200拜，啊，晚课是300拜，在茅棚里面，啊，因为晚上没有灯，没电灯，啊，所以睡觉大概是8点钟就睡觉了，2点钟起床。啊，起床梳洗之后就拜300拜，300拜完之后就开始烧早饭了。啊，早饭的时候吃，禅云法师挺讲究的，每天早晨吃豆浆，这豆浆要自己磨。啊，晚上睡觉之前把黄豆跟花生混合在一起，啊，水泡到。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磨豆浆，豆浆里头有花生就特别好吃。啊，这出家要自己能生活，什么都能干才行啊！啊，这都是抗战期间，我们是流亡学生，啊，都做成习惯。啊，洗衣服缝缝补补都行。啊，所以5个半月了，我在山上拜了磕了十几万个头啊，消业障啊。啊，离忏灭罪。折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以后离开茅棚到台中去学教，这是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半年呢，这认真的修行啊，在这个禅云法师指导之下啊，那个时候在这个山上，参与法师修净土的
啊，他叫我看苏超，看药解，看袁中朝，啊，所以我对于这三部注解很熟悉，就是那个时候学的。啊，把这三部书的一些科判，通通用表解画出来。啊，这一画出来之后，我就感到非常惊讶，才知道这个佛的经典之好，啊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他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，这是我在山上半年的功课。啊，奠定这个基础，到台中去学经教。没有空过啊，得从这里入门了。啊，受过基础的训练啊，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环境啊，为什么修学没进步啊？原因是大家没有理认真理忏灭罪这个根基。如果从这个根上去砸的话，那情形不一样啊！啊，认真修行，一天八百拜是最少。啊，因为我要用很多时间照顾大众的生活。啊，山上服务的人只有我一个人。啊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做。下面以修习止观呢，辟中极；以求生净土辟上极。你看看上中下三种根系啊，初为业障众生，中为凡夫二乘，是指净宗是大乘菩萨之所修为啊。这是起心论疏里头的话啊，又弥陀要解，为持名法门深妙，破尽一切邪论，斩尽一切异见，为马明龙树智者用名之流，彻底何当得去？这把上根呢引出来了啊，马明龙树这是古印度的祖师大德啊，传记里面所记载的都证得初地的地位，这地位高了，初地菩萨智者永明，这是中国的啊，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祖师，永明延寿是中国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佛应化而来的啊，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，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
啊，敬重这个法门，像他们这种人啊，才彻底何当就是承担呢、啊、他才能承受啊，不是一般人啊。啊，这个法门的深妙，破尽一切邪论，这句话就说的重啊，真话不是假话，一切邪论是说什么？不是说世间的啊。一切诸佛菩萨说经言教全是邪论，哪有这么麻烦呢？一句阿弥陀佛不就成佛了吗？还搞这东西干什么？这句话不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弯路，这一条路是直路啊，只教你一句佛号，佛号之外通通放下。多长时间成就的？弥陀经上说若一日到若七日。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啊，至持名号念佛往生的一般都是三年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你不全通了啊？哪要那么多的时间呢去学习啊？这是什么人物啊？谁能相信啊？马明龙树智者之流，他们能相信啊？斩尽一切意见，不准你起心动念，哪里还有什么分别之处斩尽一切意见，这是断烦恼，破烦恼障，破尽一切戏论是破所知障。这一句佛号，两种障碍都破掉了。啊，所以下面给我们说，盖因持名一法，乃智圆智顿无上法门。我们业障深重，初学的人哪里知道啊？啊，智是到了顶头了，啊，圆满极了，任何圆教不能跟他比，圆中之圆，啊，顿是顿超啊。啊，顿中之顿呢，无上法门呢、啊？啊，他在八万四千法门之上啊，没有比他更高的了。能相信吗？能相信的人，那就是上根。啊，不能相信的人，那中下根心。这句话是真的，叫非四量分别之所能及，故曰深妙啊！啊，难信之法了。
啊，全教小乘很不容易接受。啊，在我们一般就是知识分子，啊，好学的心，那都是障碍。啊，好学所知障，有所知障，不能得定，开不了悟，妄想太多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给我们做出样子。啊，他19岁，离家外出参学。啊，到30岁，参学12年了。啊，12年中，把印度所有宗教学派，啊，里面所修学的那些经典，他全都学过。为什么？为以后传法的时候，让社会大众有信心。释迦牟尼佛不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，他什么都学了。啊，王子的身份地位特殊。啊，这大家相信他了。在菩提树下，把12年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了。那12年所学的所知障，放下是所知障。啊，修学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他过这个苦行僧的生活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破烦恼障。能把烦恼习气放下，啊，这12年所学的时候又放下，把一切所知放下，啊，烦恼障放下了，所知障放下了，这才能开悟啊，啊，才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呐，啊，他那个表演是给我们后人看。我们必须要记住世尊一生是做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像唱戏一样。啊，他在梵王经里面透露了身份。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示现作佛是8000次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他久远界就成佛了。啊，弟子当中，甚至于出家护法里面，全都是佛菩萨再来的。啊，来唱这台戏，他唱主角，其他的唱配角。啊，表演给我们看的，为人演说。这个舞台就是他一生的行仪啊，一生都在表演啊，让我们渐渐体会到事实真相。嗯，这个下面交给我们
修学方法，但莫执念去。这个莫执是一直念去，啊，死心塌地一直念去，不假方便，不需要用任何方法来帮助，不落四两。你也不能有三心二意，这个法门执起执用，自得心开啊。这是念佛的秘诀。古大德有提出来，正住双修啊，持名念佛是正修，再用其他方法来帮助啊，助修啊，正住双修。莲池大师告诉我，持名念佛是正修，还用持名念佛做助修？正助全是持名啊，那要不要持戒了呢？不用持戒了啊。为什么不用持戒？你二六十中都有一句阿弥陀佛，你还能破戒吗？就圆满了啊，可以说是三福三修六合六波罗蜜十愿全在一句名号当中，真不可思议。理如是，思也如是，真能这样修行的人，你能否定他不是上根吗？上上根人才能做到。啊，底下两句就说到了，当下破尽戏论，断除一切嫉妒分别，啊，破尽戏论，所智障。除一切嫉妒分别烦恼障断了，嫉妒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人家这一句佛号能断烦恼障，能断所执障，故云如是深妙之法，唯有马明等肉身大士实能直下承当啊，彻底何惮也。这哪里是普通人呢？啊，真的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
这是念佛人啊。84000法门，找不到这样功夫纯净的人啊。啊，他念念与自心相应。你看慧能大师见性自性是什么样子，他说出来了，自性是清净啊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自性不生不灭。自性本自具足，自性本无动摇。你看这一句佛号跟这些相不相应？幕后还能生万法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四十华严，看到善财童子参访得云必求，啊，得云必求修波州三昧，给善财童子开始21种念佛法门，那21种展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所讲的一切法门，一句阿弥陀佛通通包含了，展开就是能生万法。啊，无量无边法门呢，没有念离开阿弥陀佛了。这还得了吗？下面念功把这几位人啊，这几位肉身菩萨做个简单的介绍。马明大师，东天竺人，天竺是印度啊，现在称印度啊，东印度人，传佛心印，为禅宗12祖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教阿难传的，宗迦摄尊者传的。啊，所以说，大迦摄尊者是禅宗第一代祖师。啊，在教下呢，啊，阿难是第一代祖师，阿难传教，啊，宗门教下了，啊，禅宗第14代祖师啊，啊，中心大乘，造大乘起心论，啊，论末劝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，就马明菩萨了。啊，龙树大师，南天竺人，为禅宗14祖，啊，开铁塔，
啊，见到金刚萨埵菩萨，传授他密法，所以他变成密宗的祖师。啊，入龙宫取华严经，又为华严宗祖师。啊，处处复以广造众论，力弘净土，楞伽经玄寂云登欢喜地，就说他的身份，他是初地菩萨，往生净土，故又为净宗之祖。我国称大师为霸宗之祖。前面说了四个，后面有天台、南山，南山是戒律律宗啊，法相三论都承认他是祖师。啊，所以龙树菩萨跟着大乘八个宗，无论哪个宗都有密切关系。啊，八宗的祖师啊。那么他的传记在这个大藏经里头有啊，高僧传里面有。诸位可以看看啊，传记里面说呢，他真的初地啊，初地是法身菩萨了，那不是普通人了啊。天台大师讲了，他真的成佛了，分证即佛啊，基本上他超越十法界了，他住于真法界，人非常聪明，那明心见性的啊，读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经典，世尊说法49年，他用3个月就修完了。啊，这一部大藏经啊，3个月他就毕业了。诸位想想行不行？这事情是真的吗？我想应该是真的。啊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。慧能大师解析了，不认识字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任何经典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能讲解给你听。不必学。啊，所以龙树菩萨看大藏经，这一部经要不要看完呢？不需要。就好像慧能大师一样，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有这么一段记载，法达禅师一生受持法华经，没开悟啊。法华经念了3000部，我们知道这部经很长，很大的分量，一天顶多念一部啊，总得7-8个小时，一天念一部啊，那3000部啊，再说个整数，肯定超越了3000，10年。10年念一部经，
也很了不起啊，一门深入常识学修啊，所以他到曹溪啊去参访六祖大师，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，向老和尚顶礼三拜，头都没着地。起来，六祖问他：“哎，刚才我看了礼拜呀，头不着地，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”哎，他就说了，他读了3000部《法华经》啊，现在是值得骄傲啊。啊，被六祖看穿了，问他《法华经》的大意是什么，他讲不出来。啊，翻过来问六祖，六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过。”啊，您念给我听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2品，六祖说：“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”跟他讲，他开悟了。啊，六祖大师给我们讲，我们不会开悟，什么原因？没有法华三昧，他10年呢，读这一部经呢，他得法华三昧，就是在法华经上，他得到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他得到这。所以祖师给他一讲的时候，他大彻大悟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在礼拜他、礼谢他的时候，头就着地了。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，明心见性的人要不要把全经看的？不要，看个几页看几句就行了，就懂了。那一部经看几句，3个月当然是很长的时间了。释迦牟尼那些一生讲的经他全通了啊，就初地菩萨无始无明破了，还有习气啊，习气没断呐 啊，也就像这个发达禅师一样啊，有点自以为了不起，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了啊，所以说初地是小菩萨，刚刚入门啊，大龙菩萨看到了来照顾他啊，带他到龙宫，这个龙树菩萨好学啊，你不是喜欢学吗？广学多闻吗？龙宫收藏的经典太丰富了啊，带你去看看啊，看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大本，完全的本子，释迦牟尼佛27日中所讲的，多少分量？10个3000大千世界未成记，14天下未成品。这个经要拿在我们地球上装不下。龙树菩萨一看到这个，那一点傲慢的习气马上没有。才知道自己一生所学的太渺小了啊！看到这个《大本华严》，他想，阎浮提众生的地球上众生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的啊，无法学习，
再看中本，中本分量还是太大啊，不齐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啊。最后看小本，小本是目录提要，就像我们看四库全书一样。啊，四库是大本，四库会要是中本。啊，小本是目录提要。啊，只有五册，精装五册目录提要。啊，每一本书书名，什么人著作的，里面的内容大意。啊，简单介绍一下。哎，他说这个好，这个阎浮提众生没问题。啊，分量多少呢？40万计的啊，10万计。40品。啊，40品10万计。啊，印度人算是。4句叫一首偈，啊，40000句就是40万句，啊，这现在我们看的这个《华严经》，啊，是《华严经》的目录提要啊，啊，这个是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间来的，啊，所以他是华严宗的祖师，华严他传来的。啊，在他之前呢，华严经在这个世间没流通。啊，这是世尊37日中在定中所讲的。讲完之后，大龙菩萨把它收起来，藏在龙宫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，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，开悟要紧。明心见性要紧，见性之后全都通了，什么障碍都没有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大乘经教里头常说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；一个法门通，一切法门都通。啊，所以教你一门深入。常识熏修，每一门都能通到明心见性，所以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哪一条路都能到家。啊，只要你肯走进去走，你不要去找岔路，找岔路啊，耽误时间，那就很苦了，找不到家。一门深入，啊，一部经一个法门，决定得定，定就是三昧。啊，得到定之后，继续往前进，啊，绝不改方向，肯定开悟。啊，悟了之后，就像龙树菩萨一样，学习就很方便。啊，一点困难都没有了。啊，一看明白了，一听明白了。啊，一接触全都明白了。这是佛法里修学的秘诀。啊，那不相信的，啊，自以为聪明的，他的路子就走远了。它就有相当的难度了。真正听话，啊，依照祖师大德的教诲，啊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这是最近的一条道路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